你知道诈骗是怎么形成的吗？首先，先到贴图小铺里找到最热门的贴图。放入一些坏坏的连结，一些诱人的要素。哒哒，我们的诈骗网站就完成咯。现在就来实际测试看看吧。这是一位随处可见的小妹妹，小妹妹的妈妈都不买贴图给她。小妹妹看到了一个奇怪的连结，哇，这是什么啊？免费贴图？小妹妹从来没有收过免费贴图。哎，好了，有小妹妹的资料，我们就可以利用她的资料散布假讯息，也可以转发诈骗资讯，骚扰她的亲朋好友。妹妹，你是在冲啥货？我来下载免费贴图啊！阿姨，哪会这样讲？你唔知影，今麦诈骗集团就在你。我跟你讲，不轻易点击来路不明的网站，不随意添加陌生好友，不任意下载来路不明的网站，对陌生讯息保持警戒，密码设定二段式防盗机制。安内利干怎样？我知呀，我知呀。